涵在微博晒出一组古装造型，照片中她时而端庄时而搞怪，凸鞋鸡窝头与古装的搭配意外的毫不违和。网友评论称该造型有武则天的即视感，陈子涵回复，你猜对了，就是陈子涵武则天造型曝光。陈子涵晒古装造型华贵大气，时而端庄时而搞怪，搞怪动作为网友贡献表情包素材，拖鞋加古装混搭风毫不违和。陈子涵算是荧幕上的老熟脸了，可以很好的拿捏不同个性的角色，一度人气大增。陈子涵有着白羊座的热情和冲动，现在的她更多了一份成熟和内秀。因为出演了许多侠女类角色，陈子涵不仅会骑马，而且还有功夫底子，身手敏捷，有着古装第一打女的她走到哪里都气场十足。陈子涵一直比较低调，在圈里也是出了名的作品高产出高质量，但并没有大火。自陈子涵与丈夫戴向宇结婚后，仍是热身于演艺事业，片约不断，人气也是飙升了不少，今年还有多部剧待播，可是要火起来的节奏了。